大家好，我是奥青，现在跟自己的哥哥出去，他的鳗鱼船出去捕鳗鱼，然后跟他一起出去体验一下。船进去了，然后他们船刚回来卸完货嘛，还没吃饭，现在大哥都在煮饭了，今晚我们就趁他趁饭趁吃了，然后上去看一下船长室，上去转一转吧。这个就是船长室了，就这些就是设备嘛，然后这个导航仪，这个方向盘，这些对讲机，这些试一下驾驶室了，开着这个坐着就舒服嘛。那这样坐着像不像船长？像不像船长？然后出来逛一下这个景嘛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夜景嘛，看一下美不美。然后再可能再逗留一下，就差不多要出发了。然后现在船就出发了。然后一起体验，跟他们一起体验一下外海移民的捕鱼过程。风浪太大了，现在大船出发了，就准备收大碗了，去找碗。然后他们一会儿就到下面看他们几个收碗，有时候说不定能帮上忙的。我估计到前面放了一天的吧，现在就在收上篮了。这碗得很长的，有几公里长这个样子，好像一收要收几个小时，现在才刚刚开始呢。因为他们收这碗全都是机械化的嘛。大船的就是不一样啊，收了这么多网，才收了这一条鲈鱼。然后像这个网的话，主要是抓那个白鳗嘛，应该一会儿多少能够抓上几条的。移民的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出海是空手而归的，也说不定满载而归的也有。像这种网捕上来的，基本上全部都是大鱼的，小鱼套不住的，小鱼都是套不住，全是大鱼。这个蟹有多重啊？这蟹说一斤多吧。嗯，这样。这个。完了，要还买两条鱼。好。这个蟹有一斤多，公的母的？这母的，母的这个这个下面是就是圆的，然后公的是尖的，你看，你这全是膏。哇，这条得三四十斤了，细了没？做的啊，这条就这个几千块了，啊，看看，哇，比我人还高呢，啊，太大了，这条二十多公斤啊，好嘞，这个鱼叫什么鱼？这个白鳗鱼嘛，像这个价钱挺高的，现在一公斤都167块这个样子了。越大越值钱了，最主要是啊，主要这个这些网最主要就是捕这种白鳗的，然后就抓这种网就才抓第一条嘛，太大了，没有手套的话整条都搬不动，你看它的头它的牙齿啊这么的锋利，被它咬到的话肯定手得断，所以抓这个要很小心的。
今天是第一条鳗鱼进去了。哦，又一条了，看，这条活的，看到没有？要用钩子钩住嘛，这样子会转的。哇，这边不敢改了。按着下方就行。这条是活的，要很小心的吧。像这种就是大哥他们这些专业的才能碰的，那几十公斤的鳗鱼要很小心的。像这样一条至少就得折个几千块了。不敢呀？不敢。然后这个是不能碰的，那咬真的特别厉害的。嘴还在咬呢，嘴巴还在咬呢。干不干？这是凶，特别凶的。很凶的。是一般人像咱们专业的才敢弄这个，像咱们一般的是对他没办法。都是不敢乱碰的，他还会咬。然后整条像这种就得十多二十公斤的。啊，像这么大的鳗鱼，主要是取它的里边的那个浆，然后鳗鱼肉整条卖的话，价钱挺高的，市场上价钱很高，特别是现在春节前后这些。动感，然后这些也可以晒鳗鱼干啊，这些都可以。像这鳗鱼咬东西跟鳄鱼一样，它就转，它一缠住碗，然后嘴巴就硬咬死那个碗，然后转，被它咬到的东西它就转，越缠越紧了。就说咱们大碗抓到这个也拿它没办法。大船出碗收碗回来了，也体验一下那个大船渔民也挺辛苦的，然后下次有机会再体验一回了，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